东哥，沈荣是谁打赏的呀？沈荣是谁？我兄弟。啊，那条狗是你兄弟啊！<笑>你再说一遍。东虎，翅膀硬了是吧？东哥，出来混要想道义。今天，我要替我兄弟做主。 干的，给我拿点钱。哎，这钱是你兄弟的医药费。今天这事儿，咱就算了了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就是想报仇是吗？来，冲我来。 你不是替你兄弟做主，今天这事儿我也替我兄弟扛了。你今天捅了我，你俩的事儿一笔勾销。你要是不敢捅我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要捅就快点，别磨叽。我数三个数，一、二、三。东哥，东哥。 住手！出来混的，说话要算话。放开他，让他走。他说上线叫国生，是咱上次见过那个吗？要是的话，那他是不是认识我呀？ 至于吗？就是你瞧他那架势，那像要把咱仨给生吞活剥了似的。师傅们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？没事儿，不赖你，也赖你。我们两个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忘了这茬了。你难道也忘了？您俩临时拉我参加的行动，也没跟我说他上线就是那个国生啊。我是问那小子才问出来的。确实没跟小吕说。 这地基村我犯的，忘了上回你也在了，咱俩都没想起来。我想起来已经晚了。就这事儿，能让老田笑话咱一辈子。让他笑话都是小事儿，就怕他的郭局那儿给咱扎针去。那是必然的。嗯，要是大喷子在，就不会出这种事儿。他心细，他人呢？ 上回就省台来拍完片子就没见着他，潘叔请假了，说是身体不舒服。刘爷，什么事儿？再说一遍。国华大饭店603房间，消息可靠吗？得嘞，谢谢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人找着了。嗯，太好了。你帮忙。我通知田队啊。放下。 不跟田队说，就这么个老死鬼瀾子，咱们仨还对付不了。这份大礼，咱得亲手给田队送去。这个人在这长期包的房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No。一会儿开了门，你去往后撤。你好，客房。 没在，有人，电视开着，开门。蹲下！你干嘛呢你？蹲下！哎，蹲下！让他。哎呀，棍儿哥，哎，你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，来，快！哎，弄点水。哦。 清醒点没有，啊？哥儿哥？你怎么到这儿来？来看你啊！几天没见你，嘚瑟起来了，哪来的钱啊？借？哪儿借的？朋友。哪个朋友借的？
说说吧，哪儿来的？行，那就回局里再说。小吕，哎，你跟这片的派出所联系一下，把这俩交给他啊，好，要吐啊！这厕所吐去，你喝药喝多了吧你？你看着这俩。警察叔叔，我好累啊！都好了，不许说话。喂，国生，你个老家伙，你还挺能跑啊你！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？去他个大脚趾头！这孙子一定是嗨大了，搁平时我借他十个胆儿，他都不敢从上面往下跳。今天咱们出门没看黄历，这怎么跟老天交代？傅国生是这个案子唯一的线索，现在人死了，整个线索都断了。大崔啊，你不是在经侦队专案组吗？怎么又去禁毒队掺和了？这个案子跟当初老夏的死有关，我不能不管。谁说跟老夏的死有关了？现在根本就没有充分的依据。国局，这个禁毒队长让崔师傅当得了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案了，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？我们真是想帮忙。帮忙？那你们知道傅国生的藏匿地点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，非要自己找着去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在，绝不可能出现让嫌疑人跳楼这种事儿。纪律，你懂不懂？老天，你别上纲上线啊！不上纲上线，你就无法无天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现在吵有什么用？想想该怎么办吧。既然线索是因为我们断的，那得由我们再给找回来。打住打住，怎么个意思？还打算接着掺和？崔师傅，您就回高老庄去吧，我求您了。老田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你可以给我定个期限。怎么，又要立军令状？过去我立的军令状哪一次没有完成过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我们禁毒队就是酒囊饭袋啊，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？过去你就算是看在老夏的份上。过去那就再给你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。先说好，你们还是协助办案，一切以田队为准，不能再犯纪律了，不然的话，不好办这任务。看着眼晕，没事了。医生说发现的早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
我打了一圈电话，就你来了。别的不说，就冲这回，你们这帮混蛋里啊，也就你还有点人情味儿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跟国生也是一起共过事的哥们儿，这回那我就当尽一下当年的情分吧。人呐，一沾毒，全完蛋。你也给我小心点吧。 别以后跟国生一样，我从来不碰毒，你以为不碰毒就没事了？扫黑除恶的重点对象就是你这样的。哎，我说棍儿哥，你警察，说话能严谨点吗？我出俩黑，还哪黑？虎哥，取出来了。那骨灰盒加上火化，就这么多。 行了吧，回弄报销啊？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啊。得了，我比你有钱啊，收下吧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手术很成功，放心吧。不过。 为了保护功能区，脑组织不受影响，很难做到全切，还需要做相应的放化疗来控制肿瘤的生长。医生，这个没有把肿瘤全部切干净啊？对，脑部结构啊十分复杂，再说肿瘤的边界不是很清晰，一般啊很难做到全切。哎，出来了。婷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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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麻醉还没有醒，先回病房吧。 起来了，彪子，别睡了，吃饭了。哎，不吃不吃，你再不起来，我把你脸放尿了。赶紧啊，起来吧。啊，哎，轻点。哎呦呦，我知道啊，你这两天啊睡得也不舒服，吃的也不舒服，啊，你先忍忍，过两天我给你找一舒服的地儿，再给你接过去啊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我先伺候好了你。 哎，对了，彪子，你这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你不会真想卷铺盖卷回老家吧？再说吧，哎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彪子，我要不知道你什么脾气，反正这事儿要搁我身上啊，我忍不了，我直接废了他。那董虎，他毕竟是小雪的爸爸。 哥，你爱爹爹会的，小雪自己都不上心，你自作什么多情啊？这么着吧，哥哥我呀，给你指条明路，你跟我大哥混去吧。哎，我大哥可是从国外回来的，道特深，办事巨仗义，总比你跟着董虎那老棺材板混强吧？你老大干什么呢？ 你管他干什么呢？挣钱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大哥巨有钱。哎，就你现在住这地儿，你看了吗？楼下那迪吧、拳击台、俱乐部，还有这边的那个 KTV 包房，你知道占地多少平米吗？6000多平米，全是我大哥的，你知道吗？旁边那个超跑俱乐部、改车俱乐部，那也是我大哥的。你呀。 你好好想想，等过两天啊，你的伤好了，我再带你啊见我大哥去。哎，赵三，啊，上次你给我介绍那开车那活儿，是不是就是你老大安排的呀？哎，你就是一小活儿，你这……哎，但是啊，我大哥可真不知道那帮孙子嫖娼去了，他们怎么干那么恶心的事儿？真的还把你也弄到一块儿跟着遮了。你知不知道车上那几个人是玩毒的？ 不可能，不能啊！这我差点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老大是不是也玩毒啊？不是你管他玩什么呢？他玩外星人，他玩煤气罐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挣钱不就完了吗？大哥，算了吧，啊，不用了。
别回头有命挣啊，没命花。不是，彪子，瞅你小猫胆儿，你这是，现在你又怂啊，你还又土，你还又穷啊！你说你就小雪瞎脸看着你了，他早晚得跟大款跑了。就你说你现在你就一董虎二代，你知道吗？这办点事儿啊，前怕狼啊，后怕虎，你知道吗？早晚你不饿死也穷死。哎，怎么了？那彪子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有点晕。我摸你。哎，别！喂，谁呀？猴姐啊，哎呀，这么一大早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老虎，我也是一大早接到了小雪的信息，她说她以后不在我这儿干了，还感谢我对她的照顾。什么情况呀？这是？啊？小雪！彪子哥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好些没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发烧都发到42度了，再不送你来医院，你都烧死了。你快走吧，别管我。哎呀，你都这样了，我去哪儿啊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跟董虎断绝关系了，他管不了我了，渴吗？给你拿点水去。小雪啊，你这卡怎么刷不出来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刷不上钱了。不可能吧，我这卡里还有1000多块钱呢。大姐，您玩QQ斗地主呢？您充 Q 币呢？1000块钱，医药费都不够，您还有住院费呢。哎呦，这看病这么贵啊？大姐，您以为在您那小县城呢，5毛钱看一病？真行，妈这两口子，这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不用住院了。你就别动了，快走吧。你躺下，你不住院你去哪儿啊？你这样，你踏实躺着，兄弟啊，这儿有小雪在呢。行了，你就睡会儿吧。真行。彪子哥，你那儿有钱吗？我能不能先跟你借点儿啊？借钱啊？我这兜啊比脸都干净，您看我像趁钱的人吗？那彪子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啊？这你不行，去网上借点钱呗。网上借？对啊。网上我上哪儿借去啊？大姐，你天天住山洞那事儿嘛，你这都不懂啊？现在好多网上有那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那个贷款公司，就是你把你的身份证人照片给传过去以后啊，人当天就放款。这钱啊，是你分期还啊，还是一次还都行，你自个儿选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当然了，你把手机拿来，我给你弄。啊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就这个啊，这进去就这个。告诉你啊，这救急不救穷啊，
你要有钱了，赶紧给人还上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啊，我找到工作就还上。得了，先看他去吧啊。华子哥。啊。这事儿，你别告诉彪子哥。这样你放心吧，我肯定跟他说啊。放心吧。谢谢华子哥。没事。这是舆情部，这是市场部。怎么样，夏总，有没有感到一种朝气蓬勃啊？走，我带你看看你的办公室。夏总好。这是你的私人助理小月，来吧。行吧，夏总。天哪，这太大了吧 ！CEO 的办公室不气派点怎么能行呢？我的大师呢，已经看过风水了，楼层朝向、家具的摆放位置都是很讲究的。你看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还可以改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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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好。金爷，坐下试试。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赵总，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。我这么大的公司交给我，我怕我做不好。金爷，记住啊，在董事长面前千万别说这样的话，他非常不喜欢没有自信的人。哦，我们现在正是互联网金融的时代，是咱们的时代，是你的时代。如果没有你那份创业计划，就没有现在的李荣宝。当然，在推进的过程中呢，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可是，这不是还有董事长和我在你身边帮你吗？比尔盖茨他们也不是单打独斗就能成功的呀。所以呢，别害怕，放开手脚，尽管去干吧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下午公司安排给你拍宣传照。给我拍宣传照？啊，是这样啊。本来董事长呢是要找什么明星来代言。我就给他建议，我说咱们是一个金融产品，不是日销品，找明星代言总觉得会在这个可信度和专业度上呢打折扣。我就和他说，你看静怡形象气质这么好，又是高学历，关键还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，让他亲自代言再合适不过了。嗯，董事长听完同意了。我行吗？你看。刚说完你又来了，你这是病啊，不自信综合症，我得给你好好治治。来，这是药，拿着。卡里边有20万，买点衣服、化妆品，好好捯饬捯饬。太多了，用不了。总比请明星便宜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让你去逛街购物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，找名牌买最贵的，20万必须花完，不许剩下。你的形象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啊！哎呦，谢谢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嗯，你戴的也好看，每天一顶，咱们一个星期不戴同样的。谢老板。嗯，我想戴这顶。好啊。
哎，挺好的，跟樱桃小丸子一样。圆圆，妈妈给你煲了汤，还买了你最爱吃的坚果。哎，这里头啊有六种坚果和果干，每天吃点，补补脑子。啊？跟你说点事儿。哦。好好吃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换工作的事儿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跟我说这个？我就是这个时候才必须得跟你说呢。婷婷住院加手术，到现在七七八八已经花进去小十万了。后续的放疗、化疗，再加上用药，也少不了要花钱。再者说了，你不是也希望咱闺女能有一个好的康复环境吗？可你知道这特护单间一天有多少钱吗？这些事儿。我要是不跟你说，你是永远都不会操心的。咱不是还有一笔定期呢吗？肯定够了呀。那定期我早就取出来了，那天医生的话你没听见啊？婷婷这病，咱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大爱，你就说这些年我对你的工作支不支持吧。嗯。那你这回能不能别再任性了？看来这思想工作谁做都不行，还得嫂子出马。啊，哎，师哥，这年头，跟谁有仇不能跟钱有仇，是吧？啊，比我小两届那余杭你记得吧？去了襄城公安局，做了经侦支队的副队长、副处级，说辞就辞了，现在在瑞赛普训，年薪这个数，刀了。哦。师哥，这次我给你找的这家公司呢，可不一般，做跨国贸易的，而且啊，金融领域他们都涉及。你这次立这二等功啊，可真是敲门砖呀，太及时了，而且是块金砖。是吗？那当然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郑。嗯，我怎么觉得？你怎么这么像猎头啊？嘿，师哥，你要不是我师哥，我管你那么多，这操碎了心呐。明白明白。哎呀，得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现在就给这个大老板打个电话，跟他约约今天晚上，让你们见面好好聊聊。老郑啊，嗯，你面子够大的，这么大老板能够随叫随到啊？不是我有面子，是你有。我有什么面子？师哥。你可不能妄自菲薄，你潘大警官多忙啊！啊，你是百忙之中出来接见他，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上来气势不能输，我好要价。啊，哎，黄总啊，您好，我是小郑啊，您忙着呢。是这么回事啊，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潘警官呢，今天正好有空，啊，您看您时间方不方便？这个潘警官啊，最近刚立了一个个人二等功，刚从省厅做报告回来，本来晚上还有两个电视台的采访，我是生生给他摁住了。哎，再约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当然，看您方便，如果您这次，啊，好啊好啊，那就今天晚上七点。哎，黄总再见。嘿，老郑，瞎话张口就来啊。看来以后我得喊你正大白话，混的就是这口饭吃。晚上七点啊，或者啥，晚上带你过去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里边。哎，师哥啊，好。黄总，
您久等了。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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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。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潘江海，潘警官。哟，潘警官，久仰久仰啊，王总，久仰久仰啊。老郑啊，经常给我提起您。哎，今天怪我约的仓促，您这么忙，没耽误您正事吧？哎呦呦呦呦，我们再忙也是忙自己的事儿。那潘警官，人家忙可是忙咱们老百姓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潘警官，只要你有空。那我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是不是？王总真是太客气了，瞧您安排的，这还是小事儿啊，这行吗？这不是行吗？这是豪气，行了，喜欢就行了，好吧？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看看，我呀还专门准备了点好酒，顺口，醒酒快，喝点呢又不影响你明天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来，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能喝酒。嗯，老潘，这是黄总的私人会所，少喝点。是啊，来来，我知道，我真的不能喝，除非我提前报备。这样吧，我就以茶代酒，怎么样，黄总？那咱们来日方长嘛，啊，等潘警官脱了这身警服，到时候就自由了。哎呀，行行行。廖四哥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廖哥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我没见那么多呀。那你们这个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小璇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打错了刚刚那个人，给你削个苹果吃。上次华子让你办的那网络贷款靠不靠谱啊？挺靠谱的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可得跟我说啊。嗯。咱们初次见面，碰一下。好，潘警官，欢迎欢迎啊！来，张律师，哎，嗯，来，吃菜吃菜。我呀，跟郑律师的观点是相同的。以潘警官现在这个能力嘛，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也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。嗯，反正我们这公司现在对潘警官是翘首以盼了。真是谢谢黄总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平常是自由散漫惯了，再加上身体不好，已经无法适应警队的高强度的工作了。哟，潘警官，你可真是会开玩笑啊！黄总，嗯，我听老郑说您是做金融和投资的，是吧？我们集团下边呢，也有很多公司，面儿也广。最近呢，正准备开拓互联网的金融领域，新成立了一家公司，还准备请这潘警官当我们的法律顾问。你看看，这是一些简单的介绍。夏静怡，哟，哦，潘警官您认识？太认识了，这姑娘是我老同事的孩子。哦，太好了，熟人呢。这也太巧了吧。是是是。哎，黄总，静怡在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啊？ CEO。 是吗？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啊，就是小夏最初的这个创业计划。哎呀，黄总，小夏这姑娘呢特别优秀，而且能吃苦，您呢敢启用这么个年轻人作为 CEO， 那真是有气魄呀。不过话也说回来，静怡呢毕竟刚刚从国外大学毕业回国，这个社会经验
还有阅历可能不够啊。潘警官，我这个人呢，用人呢，从来都是只看能力。阅历和经历嘛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这不将来有你有我，咱们共同给他坐镇就是了。哎呀，黄总真是说的太好了。哎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都喜欢把话说到前头。警察执法嘛，讲执法为民，立警为公啊，是这么讲吧？没错。但是潘警官，你要是来我公司，那就跟当警察不一样了啊。做什么事情呢，那就不能说是为公为民了，而是一切为了公司，为我。为您就是为公司嘛，一样一样的。不一样。黄总，怎么不一样啊？老潘呐，你以后从公安系统出来得适应身份的转换，这方面我能帮得上忙，让他迅速的进入角色。来吧。哎呦，我对潘警官，哦不，这还不能叫警官了，潘先生。对，我对潘先生表示由衷的欢迎，啊，失敬了啊。来来来，彪子哥，彪子哥，你怎么了呀？你一夜没睡啊？昨天晚上，你手机上来了好几条消息。我明明就只借了10000块钱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就变成50000块钱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账，他们说每天都要还1000，不然就欠的更多了。那照片呢？也是他们让你拍的？他们逼我拍的，他们说我没有任何可以抵押的东西，只能抵押照片了。他说我还上钱他就删。哎呦，真的是，你傻呀？啊，他们就是源源不断的骗你钱，有的人把房子赔进去了，有的女孩被逼得自杀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在虎哥那儿，我经常看这种人，他们的活虎哥都不接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拍这种照片，你贱啊你啊！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你当时审那么重的病，我没有钱交医药费啊！彪子哥，我也是一时着急我才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当时。彪子哥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刚刚是我太着急了。我知道，都是为了我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要平不了，长标两份倒过来写。崔师傅，崔师傅，崔师傅来了。哎，师傅。楚政委在吗？楚政委在办公室跟潘师傅谈事儿呢。那彭子来了，一早就来了，跟政委有什么事儿要商量？我
听这一耳朵，潘师傅好像要辞职，报告都打好了。哎，崔师傅，有事吗？有个临时调动的申请，国局已经同意了，您给签个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再说，我先处理点事儿。你干嘛，崔师傅？大喷子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多想你？人都找不着，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。贝头啊，我回头再跟你说啊。崔师傅，我们正在谈事儿呢，请你出去。哎，谈事儿？谈什么事儿？大喷子，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啊？给善良一个结局，给自己。